上次来这个古玩城呢，买了点东西，这次看还能不能再买点什么好玩的东西吧，转一转去先。那么，二三百多块，二三百，这新到这儿。这，我用不住啊。这是彩瓷片，二三百都能卖。我的妈！我以为是光是冲了掉个耳朵，这好家伙！咱拿出来看看。哦，是这样的。哎，没啥意思，这东西占地儿太沉了。嗯，彩瓷片倒是行。是，这有点没意思。看看其他的。这是啥呀？这不老。这个是啥？这是把壶。这壶我看看啊，老板。哦，盖子壶。哦。这多少钱？1000多。紫砂是紫砂。嗯，感觉没啥银子。有款吗？那可能是名家。嗯，这东西我觉得年纪不大。做的稍微笨了点，不太行。这是个老娃娃是吧？这个罐儿是全品啊。这个罐儿是全品。全品是吧？你要带个娃娃，我就买了。我他妈不带娃娃半天。带娃娃2000啊！我天。哎呀，带娃2000拿不动。那东西不错啊，带个娃娃的话，要是700就很便宜。没办法，起码道光的妥妥的道光，画的也细。您这最低多少钱能出？真买？没有最低，真的就是4500一口。虽然我卖了，我不后悔。好多东西我卖了都后悔。您这4500卖肯定不后悔，价格很合适。他们来了，昨天张王卓拿我两个那个紫麦兰那个小盘子，我在省店买100块钱一个，嗯，我一分钱不让他抢，我说我多少钱来的，多少钱拿走。嗯，太爽了，你买这便宜点呗。嗯嗯，要带走了。今天这个画盒我还没问呢。哦，这花纹挺漂亮的，啊，挺漂亮的。嗯、便宜点叫我一买了，大哥。便宜多少钱？3800，我都不是3500了。你要我4000内，我真能买。4000以上很顶，因为它小了点。它是真小。不在小，这东西好玩，干文物的不在意这种东西不跟挑大小。挺细的。花口盘真不好找。嗯，哦，你看这个，啊，这三个可以，这三个咱说好了。要不说张王卓，俺咋后来就跟不上？啊？那个还接了张王卓去。我现在不喜欢卖货，真的不喜欢卖货，我喜欢买货。那我也是。啊，不喜欢卖货，卖了就后悔。都是这样。现在这个不卖嘛，人这行几万了你再收，人这行收不来了。哇，这行几万都是熟人，就是你不给吧，可碍于面子；给吧，一给就后悔。昨天那个同行那个河南，咱意思你以后做到啥，你不想卖就不要卖，省得你知道吗？你不缺一点钱，不是？一回头把这三个拿。人有说，有时候你让他找活干啥，有时候不想卖，你就在店里就不发，在家就。都文物公司出来了，有时候人家问价吧。3800，
那你设到这。行，那个走哪里？你再拿纸包，我再接着。没问题，这可以，这好，刀光。